是念什么？安姑贵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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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有人念个的？金门而已吧。贵啦，安姑贵。吃稀饭这个假毛啊？没。没。没吃我的毛啦。你妈在讲话啊，那就烦呢。你讲话很嚣张呢。好像自己很厉害一样，你讲话真好掰呢，那是自己做到这样。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学台语？因为吵架的时候骂台语感觉比较凶。比如，你是在说什么啦？你是在说啥话啦？你以为你是我的谁？你当作你是我的上啊？你讲话很嚣张呢，好像自己很厉害一样。你讲话真好掰呢，那是自己做到这样。你不要再讲话了，很烦。你妈在讲话啊，那就烦呢。我是外南人，来台湾六冬，搵到这生意，所以我台语讲了这六句。吃饭时吃饭，洗澡洗辛苦，睡觉时去睡，请你听看麦，我讲对唔对？